志啊哈，啊，高山主神将，主弘扬的主神是八乡大地，神里啊，早上到红山，但是路途远啦，哦啊，这位来回哦，时间足长的啦。民国一个二五年，即个中路从啊去客家，以后那客家来训练的，啊，从去客家哦，请咱这个军师。哦，就是这带领来高雄，这32年，因为瘟疫死亡的啊，足济。啊，了后从因此，伫遐时啊，用这茯苓、茯水，或者大家食，啊，食了大家人平安无代志。了后呢，35年，调咱因此啊，二大地的金身。到这个48年呢，因为我呢，就迄阵是咱金身同款人移动的啦，无一个固定，啊，就是这神信心吼，神书，啊，一直跋着路子，啊，所以伫现在，哈，则是北阿顶，真是北端街103号，哦，啊，用一个伊个厝，用一部分，啊，互咱神书，哦，伫遐做一个神坛，有一个固定啊呢，伫个。55年加60年的时间，哦，这块地哦，是较早是大型木材行，哦，了后啊，即个神人进入了吼，啊，即大地，地地要卖，啊，有甲往甲买，咱主要伫咧71年破地基，哦，地基71年，73年咧吼，4月13日啊，好乱。哦，啊来派了108个委员，啊，抓一个哈，指派一个是迄个林益典做兴建的主委，在77年的来迄个安设，但是迄个到83年呢，咱顶悬4楼哦三圣佛殿哈来完成，到这个91年呢，91年11月农历11月。21日是伫迄个做建桥五条吼，伫安城桥安尼五条安尼。咱即次吼，就是奉着咱保生二代地吼，也是老祖的旨意吼，要伫今年来举办这个庆城水火祈安九条完成。吼，咱即次距离咱顶次的5条清桥吼，相隔啊已经22冬。我非常欢喜，就伫今年吼，要来举办这个。照电的圣书，吼、哦，咱宫本宫吼内底，吼、哦、全体人员也就是拢大家战战兢兢，吼、哦、啊全心全力，吼拢伫咧咧心中来咧准备这件代志。本人吼、哦、代表咱慈林宫吼建桥管理委员会的全部全体的委员，吼、哦、在此来诚恳来邀请，吼、哦、本宫的信徒执信是讲的神圣大德，吼、哦、大家当来踊跃参加。哦，来共同来个老祖完成这件照考的圣事，感谢大家。